在这一边呢，我们有分，我不，在这一边呢，你需要的之前的那个部分呢，那些概念，就是说我的 B square 减 4AC，然后在这一边，如果它大过零等于零跟小过零，那么这个是 two and distinct 这个是 real and false，然后这个是 no real，OK，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有这一个是，这个是大过等于零啊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有那个 quadratic inequality，OK，inequality。然后 quadratic inequality 的那个 ax square 加 bx 加 c，然后那个大过等于小过等于零这样的一个东西。然后过后我们知道，如果它是大过的话，我这边有 ab，它大过的情况之下，它就是它大过或大过等于的情况之下，我的那个大大小小，OK，大大，然后小小，就是说我的 x 小过 ax 大过 b，然后如果它是在小过的地方的时候，我就是之间，然后就是说我的 x 是在 a 跟 b 之间，OK，这样子。B，那这个不可以放 A，要 alpha 在大了，OK，alpha 在大，避免跟刚才上面的 AB 混淆，它在 alpha 跟 beta 之间，OK 好，然后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那一个乘 negative 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那个符号要变那一个。这样，就是说我在乘 negative value 的时候，我要换方向。OK，你这些基础都会的话呢，它只是把这一些东西全部合起来而已了，所以它不难了。所以在这一边，它有等于就有等于，它没有等于就没有等于，这样。OK，好。我们在这一边，它说这个 quadratic equation 它 have two equal 这样就等于零哦。然后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你把它写成 general form 先，后这一边就会变成 A 是一，然后 B 是减 K，然后我的 C 是减三，OK，然后 B 减 4AC 等于零，然后我就有减 C。然后换回变成然后减 k 数变 k 数咯，减 c 减然后这边开括弧，然后 k 加二然后 k 等于减 k 等于六，这个就是答案了。OK 好，这一题呢，它在这一边，它的那个 root 呢是 real and different，OK，所以我的 b 2减 4ac 是大过零哦。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搬过去啊，你搬过去的时候呢，有些学生他会写成减三加 p，你搬过去的时候你写 p 减三不是跟你减三，所以我们看一下课本它是写 p 减三还是减三加 p，你看课本它就是 p 减三，它就所以你看 x square 的 coefficient 这个是 a，然后减二 px，然后减二 p 然后 p 减三。然后我的 b square 减 4ac 大过零，然后减 2p 减 3，大过零，然后这一个题目它就设计到，OK，就让它变成，它没有变成跑的规律，乘进来，减 4p 加24大过零。然后它就变成四 p 加二十四大过零，然后四 p 大过减二十四 p 大过减六，OK。D 的这一题呢，它的这一个 no real 的话呢，我的 b 2减 4ac 会小过零嘛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 expand 出来先，你要把这个 expand 出来，然后你把 x 2的 root 在一起。x 的 root 在一起，所以 4x 加 mx，
4x 加 x，然后13减 2m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它写成 x squared 的，然后再来 x 的，然后再来没有东西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简单化。OK，我通常是讲 ax squared 加 bx 加 c 等于零了，但是你就想象成有 x squared 的在前面，有 x 的在中间，没有 x 的在后面，因为它这边还有 m 的存在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是 x 有 x，mx 有 x，然后13减 2m 没有 x，所以这一边我的 a 是 e，然后4加 m 是我的 b，13减 2m 是我的 c，然后我的 b 是4加 m，所以 b 2减 4ac 小过零呢，再减4小过零，然后前平方后平方减6减8 m 加 m 2减52。加8m 小于零，然后它就是36m 减36小于零，这一个就是 quadratic inequality 了。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拿到的 root 其实是9/2，9/2，那它要小过的地方就是在这一边，所以我的 x 在9/2，OK，好，来，接着我们就来看 example 吧。他说我的这一点 two real and equal，所以我就知道我的 2 减 4ac 等于 0。OK，b 2减 4ac 等于0。然后，所以我的 a 是什么呢？我的 a 是 1，b 是减 4ac，然后我的 c 是5。这一题它的难度是什么呢？它弄乱了。我们平时的 a、b、c，它这边的反正又放 a、b、c，它特地要弄给你弄。你要自己知道哦，你的 a 是 1，然后你的 b 是减 4a，你的 c 是 5b，那你这边就有 a，这边就有 a，这边 b，这边 b，就可能会有一点点乱了。但是你就不要管它，你就想象一下这一个你的书是这样啊。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写，它反而会有点跟这一边的这些不一样。我就直接大 A 大 B。大 B 的 square 减4ac，这样就有差别了，所以 b square 减 4ac 等于零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减 4a 的 square 减 4ec，然后等于零，然后我就变成 16a square 减 20b 等于零，然后它现在 express a into b 的。a x function of b 在前面，就单独在前面，意思是什么？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20翻过去，16除下来，然后再来月减，就是说我这边20b 除16，然后它就在这边月减，52减4是16，接着呢，它就square 翻过去变成 square root 加减 square root 加减 square root 4。然后它的这一个呢，它就会变成加减 square root 然后它就会变成加减 square root 5b/2，这个就是二，然后它就变成这一个，它就变成加减120，然后 square root 5b，